大家好，我是林子琪，我来自台湾。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发挥我自己最好的表现，然后可以尽情的享受旧金山的这么好的天气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更适应这里的环境，然后打出最好的成绩这样子。在美国的球场的整体环境就是超重啊，然后天气的变化也不一样。我觉得在美国天气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迅速，非常的快。就是对，可能下午的时候它会突然一个很大的那个雷雨什么就来了，在台湾可能就比较少发生这样。我特别想跟 NB Park。这样子哦，是，对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。OK， 是，我希望你有一天也会变成很多人的偶像。是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Okay.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的徐威林，然后今年21岁，那我这是第三次来到旧金山参加裙摆摇摇赛。我是7岁的时候开始打球，那你打了14年了。对，然后转。那我今年是第二年到 LPGA 的赛事，其实很开心来到这里，因为尤其是看到我的 sponsor 后，我觉得就是看到大家都很开心，所以我觉得像是最重要的。那当然我觉得每个选手都很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，那我也不例外。那我希望这次能够来的比去年前年来的更享受比赛，那更认真的做好我自己的工作，这是我这次的期许。我小时候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顶尖的女子高尔夫选手，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顶尖的选手。那后来慢慢长大以后就知道，哦，有 LPGA 这个殿堂，然后现在我到这里其实一个梦想成真。那当然我的梦想就一直开始上修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在 LPGA 这个舞台上，然后能够有好的成绩，像我希望可以拿到US Open 的冠军，然后五大赛的冠军。对，那这是我一个比较终极的目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在 tour 里面球，然后享受我在这个 tour 的时光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祝你成功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正在 Daily City 2016年裙摆摇摇由中国信托所赞助的高尔夫球精英赛的现场。现在站在我们旁边，我们做的这个访问的嘉宾，他是博信托的忠实客户 Bob 林。耶，周乐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太好了，那除了这个欢呼声之外呢，其实大家都认识 Bob 林，林富源，他是矽谷湾区著名的创投家，也是作家。他说他今生的目标是要写满10本书，现在进行到第几本？第7本，刚刚写完，今年7月出版。哇，在大陆是简体版是那个北大出版社负责，台湾是时报出版社。这本书更精彩，更精彩。我现在看的正是在看到第6本的中间的部分，等到我念完了以后就来跟 Bob 林做一个完整的报告，再来向您请教。但是今天在球场上面的角色是来打球的，跟我们讲一讲中国信托跟您高尔夫球的渊源。好的啊，中国信托从我其实从以前在台湾到美国，不论是我创投的事业，或者我旁边房地产投资的事业，其他企业一直都有很深的合作关系。因为我的事业牵涉到非常多元多样多种的公司和企业和投资项目，那经常在任何这种企业里面，你有一个东西是永远都需要，就叫资金，对，没有资金你企业做不大。那中国信托就是我们一路上走过来，在很多这些企业跟投资上不可或缺良好的合作伙伴，资金的合作伙伴。那今天来是因为中国信托呢是这次裙摆摇摇的主要的 sponsor。 那他有邀请了一些20来位客户吧，包括我在内，今天来这边打这个学习球。就是说每一组呢
有一个世界排名前几名的这个职业选手，哇、哦！然后配上我们这些阿力不打的这个笨蛋在旁边一起边打边学，那这我是有这个机会一定不放过，所以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中国信托的邀请。